第四十九代僧璨祖师，东土三代。三祖姓于，会普安，别号南泉，法号僧璨，是建智大师，乃灵宝天尊化身降生，自幼好道修行，常住慈化寺，好读华严经，能知未来，人皆称为菩萨。后遇神光传授心印，勤修苦练，法复曹洞执掌。